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609集。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分享这款这2022年 Fans Toys 所推出的，名字也叫幻影，它致敬了变形金刚 G1 里头幻影这个人物的一款产品。那昨天聊到第七集新角色幻影的镜头啊、预告片里头占了相当大部分。那今天这个是 G1 的造型。那你有些新朋友，你可能觉得说，哎，为什么啊？我所谓的新朋友是你可能看过真人电影，但是你没看过 G1 啊，因为这个世代的话呢，已经跟以前先看过 G1 再看真人电影啊，现在可能很多人是反过来了。真人电影对于 G1 造型的不迁就啊，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包括可能除了大黄蜂还是黄色之外 ，OP 上红下蓝之外啊，铁臂变成了黑色啊，救护车变成了绿色啊，这些已经大家都见怪不怪了。以前呢，我在网络上呢看到一些第三方的玩具呢，标榜说自己是 MP 级别，我在想说，哇，你是标榜自己的设计跟做工可以比美官方的 MP 吗？当然，现在比美官方 MP 好像不是赞美的意思。那原来呢，他们所谓的 MP 级别指的是它的尺寸大小是用官方 MP 级别去做对比的。那我们就拿出一个2.0 时代的这个 Seeker 小队的 MP 级别做个对比，当然我手上这一款是 KO 的啊，那么大小应该还是蛮和谐的。在变形金刚世界里头 G1 至少就分成小型像 Bumblebee， 中型就是幻影，大型像 Optimus Prime、 Megatron 这个这一类归类为大。那如果跟官方的现在的美版的大货相比，比 Voyager Class 稍微高一点点。早些年的节目呢，我给予 FT 的玩具一个很高的评价，就是说如果官方还没有推出 G1 的 MP 人物的产品的话，那 Fans Toy 有出，那可以先考虑这一家啊。这一款的话呢，我确实也是给予这样的评价，除了说肩膀没有齿轮关节以外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偏好，这里有齿轮关节，玩具动起来咔啦咔啦响的几率会提高，它就有腰部还有膝盖啊是有齿轮关节的，那玩起来的手感就好上很多了。那么它的武器的部分就是一把枪，还有一个肩炮，这肩炮是一个电镀键，它可以上下动，左右的话呢可以动一些些啊，动一些些，这个时候变形有需要会把它翻进去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啊，360度的手臂转动，这一带没扣好扣进去，头的话呢可以左右转，而且它转的时候是就是前半部啊，这里它没有整个头，没有连到后面一起动，这个像法老王一样的这个头雕，我一直觉得它的头造型非常有趣。那腰身这里可以转动啊，这里有点小意外，这里有个侧裙甲可以踢开，然后脚的话支撑力度的话呢勉强还算不错。那膝盖可以动，外摆内收，脚踝也有一个接地这一块啊，车子的尾翼的部分整个是合金部件，那它身上感觉合金部件也不算少啊，这里也是的。然后倒角处理很好，变形的时候呢手是完全不会去疼痛的，背后的造型也给各位看一下啊，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造型。我所谓的完美就是说看起来很均衡了啊，那到底有没有很还原，这个我也没有去对比。后面有这个驾驶座的一个方向盘在这边，那这个肩膀是摆这样了啊。然后人物的话呢摆在桌上，这个站立的稳定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良好。那顺便提一下胸口的这个 Autobot 的标识啊，在玩具本身的时候推出的时候是没有的。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款幻影的变形之前的话呢，我直接跟各位说一下，其实它本身设计成说肩炮可以一体成型收到身体内部去的，但是呢在变形的过程中呢，其实塞进去还容易，推出来的时候呢容易去造成电镀的一个刮伤，所以呢我直接建议各位吧，你就把这个肩炮干脆把它给拆掉来进行一个变形好了。那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实现一体变形的话呢，这个部分要把它给拉出来，然后整个要推进去，要推到这里完全推进去为止，没有任何的那个突出的白色物体，这样子才是完全做到最短的状态。但是你即便能够顺利的把它收进去，再把它变形拔出来的时候呢，还是有可能去刮到，因为那个难度确实是有一点高。为了不要让电镀件受伤，我们干脆直接把它拔掉好了。这个部分的话，一样把它整个都给推到最里头去啊，好吧，那我们就这样子。只是我跟各位提一下，我的这个是把直接把肩炮给拆掉的一个变形。这里的话呢，它本来是有一个锁扣在这里的，我们把它利用这里拉一下就会往外推，然后利用这里的双动关节，好，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往内推进去，卡到里头的那个卡扣去啊，卡进去，好，推进去了。
再来的话呢，把这个手啊，不对，错了，应该应该先把它转到这一侧，这个朝内，手收进去。这里的话呢，有一块部件翻出来之后，再把它折进去，这个缺口把它露出来。到这边，等一下的话呢，这个缺口要挨到裙甲这边，但是我们记得把手背靠近它啊，你先记得这样就行了。这边一样推出来，推出来之后的话呢，这里手这个缺口转过来，你也可以先把它这个缺口给制造出来，扣进去，再把这个手臂的话呢往内推进去进行一个缩短，然后把手翻转180度到这里，两个手臂啊，这里肩膀这里把它给松开。然后呢，背后这个部件的话呢，这里有个锁扣，两侧都有，就可以把它给打开了。打开之后的话呢，先把头翻转180度，还有因为这里已经解开，整个胸甲呢可以挑出来。胸甲挑出来的时候呢，轮胎顺便翻出来，这个翅膀翻出来，这里胸甲这里里头有一个凸扣出来，这里跟这里要做一个结合，透过中间的双动关节下来把它给扣住。这片部件暂时到这里。那它的头这里有一个弧形啊，跟后面这个缺口啊，到时候是做一个小小的一个 match 就可以了，这边稍微去对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就把这个肩炮的话呢收到内侧来，这里的话呢是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先往上提到一个特殊角度之后，因为这个肩炮很长一根啊，它要收到内部去，但收到内部去的话呢，这里空间不够，我们需要旋转它的腰部，把这个裆部啊，裆部里头裤裆里头是有空间的，你现在知道男角裤裆里头的空间有多重要了吧？它那一根这个炮管的话就是要放到裤裆里头去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利用这个双动关节啊，先提上来一点点，整根炮往里面插进去里头，还有一个加长的一个洞，加长的一个洞，然后呢，这里整个双动关节把它整个推到下方去，对准了之后的话呢，把它给卡进去啊。这里的话呢，放进去不难，但是你再把它变形成人形抠出来的时候呢，那个真的要很小心，不然的话呢，电镀刮花呢，可以说是很难很难避免的了啊。那这个手的话呢，就利用这里的双动关节啊，把它给搓到下方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缺口呢就跟我们的裙甲呢做了一个 match 了啊。那手掌的话呢也必须是手背朝大腿的位置，这样一来的话呢，它的一个空间呢才是最标准的，后续的腿部呢才能够接着把它完成变形。调整一下下半身的机位之后，我们接着啊，它的下半身的变形呢其实呢也不难。首先的话呢，把这个腿的话呢转到这一侧，记得把这个圆凸转到朝内之后，再把这个部分转过来，这个侧边的话呢就把它给打开，打开之后轮胎翻转，内外翻转，这里的话扭一下，把这个部件给解开，然后这一块部件一样挑出来，然后翻出去，整个的这个腿的前部往上翻，翻出来之后呢，这个白色的凸啊，待会就是要扣轮胎内部的这个洞啊，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然后这里有一块部件，记得先把它给翻出来，因为它跟侧边这里一样有一个结合的一个位点，先到这边，然后呢把这块部件先往内推一下啊，才能够翻转这个不对，应该是推进去，然后这个部件才能够翻转出来啊。这块部件要躲它一下，这块蓝色部件要躲它一下。好，先到这边，这块部件是这样子打上来的啊。然后呢，它的一个后腿的部分就是可以啊这样子包覆过去，这种啊大腿包小腿的一个变形过程，因为大家应该是挺熟悉的啦。然后这里白色的凸对黑色的洞啊，这比较少见的片子。然后呢，这个部件记得等一下包覆过来，到这边跟它做一个结合的卡扣。这里的话一样啊，这里有一样，这个外侧这个蓝色的凸要压在它的上方啊，这才是标准的一个变形的一个结果啊。胡夫骑车也会讲标准的变形的结果啊。好，这一侧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这里啊，侧边这里前方这里松开一下，把它咬合进去，然后这里有块部件压下来，那么这大半边的话呢，变形的话呢，结果大概就是这样。那各位应该看得不是很清楚，没关系，我们一样把它转出来啊。这里记得把它转到这一侧啊，这个圆凸啊朝内侧，不然它会卡不到。下半部再转回来，这里有个部件挑出来，这里翻出去，然后这里破坏一下这个结构，破坏一下，这里就可以抠开，整个部件往上面提上去。提上去的时候，这块部件要记得先下来，这个部件可以包覆过来啊，到时候它是这样子包覆进去的啊。到这里好，然后呢下半身这个腿啊，这里这里要翻出去，那翻出去的时候这里先翻进来，这样转向到这里，互相闪躲一下，解开到这边，然后呢这个腿就可以往上伸上去了，包覆进来。然后这个刚刚提过了，这个轮胎这里我忘了翻，把它翻到这边啊，把这个电镀的这个轮胎
轮框放到外侧，然后内部会留下一个洞啊，跟这个白色的这个部分做一个结合。好，然后记得外侧这一块它这个凸要压在内侧的这个的上方。到这边到目前为止差不多快变完了，这里的话呢前面部分稍微松开一下啊，把它给做一个咬合咬住就行了。这里前方再扣回去一下啊，难免会松开的。这里有块部件啊，把它补齐过来，让这个造型的话呢更加的完美。然后前方中间这里啊都是严丝合缝的一个密合，这没有什么难度了啊。这样后方可以先跳开一下，我们先把中间的话呢给做一个密合。那么最后两个这个定风尾翼的部分再把它给扣上。好，往前面推一下到这边啊，这两片部件是往下翻的，往下翻啊，把这个这个造型的话呢做一个更加完美的一个补完。上方这里把它给捏紧。好了，这样一来的话呢，它所有的应该咬合的地方呢全部都给密合到，你要还要稍微捏一下啊，稍微捏一下应该是没有什么地方漏掉了吧啊。OK， 看起来应该是 OK， 来测试一下它的滚动性，没什么问题。那最后它的武器啊，它的说明书的讲法是这样的：推过来之后，这里会有一个凹槽，这个凹槽应该就是去卡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尾翼的部分。那么它的载具形态呢，毫无疑问是完成度非常非常高的啊。啊，整个流线型还有它的这个轮胎的滚动性啊都是非常的好，而且都是橡胶轮胎，滚动起来的话呢非常的安静。那这把枪的话呢，其实我感觉吧，它扣上去的话呢并没有办法扣到非常的稳啊，这样子当然是不会掉，但是你推一下就会自动转向啊，或许这人家是故意这么设计的。它的话呢标榜是能够把这个肩炮一体成型的收纳进去，但确实在抠出来的时候呢，这一段过长的肩炮呢非常容易造成一个刮伤，所以我是建议的啊，不用那么执着说要去体验它的这个设计，我们为了玩具的一个完整性啊，你还是乖乖的把这个肩炮给拿掉好了啊。那整个车型的话，我们来看一些细节，还是再提一下，原本他们的玩具是没有这个 logo 的啊。那这里有这个方向盘的刻画，里头的这个凸呢就是它的一个肩炮的造型，两侧的后照镜，那后方的这个引擎的这个部分是使用了金属电镀吧，非常好看。侧方这个印刷也都很漂亮啊，轮胎轮框的部分做的跟真实赛车一样啊，是没有胎印的。然后底盘如此这般，这个部分的话呢扣上去什么问题都不大，整个变形的难度也没有，但是你要很完美的把肩炮收进去不造成刮伤呢，可能需要反复练习。当然在你练习的过程它可能已经刮花了，就失去了这个练习的意义了啊。整体来说呢还是有 FT 一贯的风格，人形的完成度还有载具都是非常漂亮的，倒角处理也很好，金属部件涂装都是上乘的第三方玩具。但是这个变形呢能够如果说你真的要挑战到完全的不去压伤到电镀部件的话呢，那你真的是需要好好练习一下啊。那除此之外它没有什么多大的缺点。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